哎，迪，你有听过无名小站吗？没有。Good， 一听就知道不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人。出生在85年这个年纪的人，应该都有听过无名小站。那个时候都要做很多的闪图，然后放在边边，然后还有去网络抓很多的样式啊，什么拉拉熊、皮卡丘。无名小站的相簿里面都会有一系列非常奇怪、各种姿势的照片，譬如像这一种，这样子。还有眼睛看远远的地方，反正就是一些不知所以然的照片。现在我要弹这首歌是无名小站内建的背景音乐的其中一首歌。